什么意思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宙斯和韩服第一。啊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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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韩服第一，好累哦，呀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怪怪的哦，怪怪的哦，好酷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欢迎挂台好吗？今天没有要干嘛？紫色收集光啊，任务晚点解。哎，不对，我觉得。这个新手把不适合拿来跑光遇哎，等等，我换旧的看看，它灵敏度怪怪的。我们要去献祭，我知道啊，小念有跟我说。等一下哦，不用。那好像一样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用旧的好了。好久没献祭了，我是今天早上一个人去献祭啊。哎，好像两个人去比较方便哎。他不是最后那边几乎都没有办法那个吗？没办法回能嘛。然后今天自己去献祭的时候，发现有另外一对两个人，他们那边弄得很开心。有红石跟我们讲去啊，他就更新了一个面具那个东西呀、啊，哦，那什么卡？卡。自从烧红石就很少去献祭，然后反而想说有那个每天14、15根多少去摸一下。这些我也没献祭过啊，所以我昨天是第一次一个慢慢爬下去的、啊。我问土司要不要一起跳？问一下他。算了，而且别说昨天我第一次去献祭，现在我还是第一次一个人捡金的呢。我现在开着图片攻略在看，等下到了雨林那边可能要教我一下怎么。雨林下面那张图我很陌生，我来做一下好了。我在捡金人，你要顺便。我在练。还没毕业任何图，那你还给我你的爱心？天哪、啊，你这样对吗？大部分还是我自己去捡金，没有，我现在。再来就是可能学一下怎么，我现在有两个东西想学，一个是飞，还有一个啥，飞，
被杀死去了。哇，被暴风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峡谷那个，峡谷那个如果没做的话，我就不会走捷径了，他不让我走、欸。揪得到人，我才会去选择。没有，他们就算揪我，我也会说不要，好懒哦、喔。海胆去水边好干净哦，好干净啊。我主要是想说啊，如果之后他们隔壁像土司喵啊、尤里啊想要献祭的话，可以带他们献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说哎、欸，拜托救我，带一下他们姐。啊，不然就是请说哎、欸，有个司机带一下我们去那个暴风岩。然后技能的话就加点血吧，啊，哎，手机我就真的不会往上这样子飞、欸，这好难哦、喔。所以等一下捡木土的第一个上面的技能的话，我很白痴。缺充电宝嘛？你要来吗？干，你要不要走？缺什么配件？干，你们都要来蹭哦、喔？不用啦，我走很慢呢、欸。可以就来，还没啦，现在还没啦，现在只缺那个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献祭完81亿耶，好开心哦、喔！去一趟不用全捡，我知道，我至少要11啊。而且我就算不全捡好了，其他人需要啊，我还是要知道哪些东西在哪边啊，自己没有跑过啊。嗯？哎、欸，真不行啊！好吧，我怎么记得这边可以？啊，算了，随便走啦。峡谷捷径尽量做，如果没做到的话，碰第二光柱这边要尽量碰。我知道，我这边有过来过。我之前是从沙漠那边吼一下，然后靠着蝴蝶飞上来的。早安。我一定要带他们再跑，然后赶快捡一点。这一季开始就没再用 Switch， 好，
跑图了、欸，哎，干，是啊，点完这个是不是这张地图就没了、啊？除了试炼，试炼那边晚点应该是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在水试炼是不是不能卡后台了？啊，所以龙也不能卡了吗？其实可以，那、啊、怎么番茄说不行？水失恋后台 GG， 水失恋后台 GG， 所以水不行啊，干，时间点怪怪的，没有啊，他不是说水直接把你淹那个吗？淹满吗？本来六秒，嗯，我原本就是处八秒哎、欸。我不管是手机还是 Switch， 我数八秒才切的、欸。好啦，眼睛人啊，请各位有耐心，不然我等下打缺魂了，我就关台打缺魂了。摸头摸头。爱第一个惊人，哦，等一下肚子好痛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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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龙龙能卡后台，因为我昨天是完全没有卡后台的方式，那个状况在引龙。什么意思？进去之后四五哦，
没有，当时觉得自己开始会跑图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是不是该学下怎么眼睛人了啊？看看西敏他们玩的时候，全程都是看着攻略在走金，走金人。其实上面这边吧，这个吗？不是。这个，什么？不是的，不是，另一边是哪边？继续往前，这个道。原来这里有洞，我记得那时候是飞就发现头上亮亮的，然后当时是跟尤华说，头上亮亮的，上飞是哪里啦？萤火洞的对面，佩佩你就不用一直上来啦，没关系啦。萤火洞对面不就是刚刚四号的洞吗？不是四号洞啊，这样啊，那个不就是刚刚我拿过了？这个我拿过啦。一想，干默默不说话的呢。这边两个我知道啊。所以是这个。等一下，没能量了啦。感觉好常客扁你啊！来去圣岛，好像也不用哎。你这边都大，通常怎么走啊？得跑到底吗？因为回声也太好听了。圣岛可以传我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边先啊。看一下哦。我记得那时候唯一很有成就的是那边。那时候有个路人在叫，我想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来帮他开门，也就摸到，是金人呢。你是习惯三塔，三塔又是到三塔这边八人，店外到正道，怎么不开？八人。神殿外是什么？就最后的那个外面吗？上面两只我知道，我其实都知道，只是我没有在捡而已，不用教，我问再教好不好？我等下关台了。要逼我，Switch 麻烦啊！过动画就不能玩，
早安，哦，你终于能更新了，对不对？我有看到小妞快哭出来了，说好久没跟你跑了，她想死你了。这边就三个，对不对？那网吧人们嘛，没有，现在没有人想捡呐、啊，我现在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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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后面不要转。挂台看房，拜拜拜拜。你觉得红色石头变超高级？你是说向导吗？很透明啊。我真的比较陌生的惊人的路线就只有那个啦，雨林下面那一个图而已。漏火了，我没有要捡，我没有要捡，因为你没看到我避开很多大辣还是一些小小辣的点，因为我怕我到时候跑完跑到那个我的加倍结束后，我看那些蜡烛会变看不见。因为 我晚上还要带人啊，晚上还要带人，所以如果我提早拿完蜡的话，我会看不到一些火。早安，谢谢早安。我只是纯捡金人而已，我那些我没有要捡。没有要烧啦，感谢哦。我要跑到一半，应该跑厕所，我要去厕所捡金人了，肚子有点痛。啊！哦，对，我晚点凑，再晚一点好了。哪天那个尤里啊、茄子跟阿喵他们三个加我们四个，因为李玲现在好像比较忙，没有空玩这个，亦或是他真的还好。对啊。你看，你要捡金人，要捡火或捡任务那样子，真的太久了。那时候也跟我们一个叫做边缘人的说，捡金人就好了，不要捡任务，这边任务太久了。就他就说顺便，就解了一个任务，解了快八分钟。我真的不会直直的飞，你看飞飞都会这样子啊。没翅膀了，没翅膀了！哎呀，救我！救我！林离子很少上了，没有空了啊。最近扫图有跑他，但是他就是。不怎么再上线了，我都去蹭鱼，没办法啊。想说先看一下嘛，云，哦，隔壁在搞，
主要是想学那个啦，木土。你们那时候说什么只有三个亿就可以飞上去？我说骗子，我8亿都飞不上去了。这边你也不会直飞，哎、欸，里面有吗？里面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进来干嘛？好，啊到。哎、欸，我想一下、喔，再是圣岛，原地喷我也不太熟。该怎么飞啊？看看，你看哦，点金人，先撇除我新手，点的慢。你看，现在剪的第二张，快剪的第二张图全部的时候，已经过了30分钟了，还在那边给我边解任务啊，边捡金人。刚起床犯蠢是正常的，没有，都跟起床不相关。刚起床只会影响到我的脾气而已，不会影响到技术。你看呆鱼，常常说跟我讲个安安，刚睡醒，这样子在笑的时候，还没有很烂啊，对吧，呆鱼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边几个啊？这边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怎么记得这边是两个？哎、欸，这边只有两个，哎、欸，两个二。我还记得这个啊，这个是我永远都是。这个之前司机带我跑的时候，我就直接说：“哎、欸，下面亮亮的，我要捡这个。”哦，小岛上有金人哦。抱歉，我在看攻略。好，圣岛没问题了，圣岛我家，我可以。三塔比较烦，卡动画什么意思？你说水母图哦？卡什么动画？好，先捡那个好了。按下升级你的翅膀。我反而圣岛金人会忘，不是啊，圣岛我家哎、欸，圣岛从有海丹的时候就是我家了。那时候带我的司机也是说，哇，你就圣岛跑最快。我说当然咯。丹塔。没有，因为讲法很多啊，我知道，反正三塔就是水母啊。然后那时候竟然有人质疑我说什么，那个不是水母图，那是三塔图。我说啊，干啊，就是练法不一样，一直在跟我五四三。
震岛对新手比较有利，没有，那时候跑飞到这座空岛上面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优花就是飞到快哭出来，然后那时候是刚好起床看到他在偷跑的，说早安，他说救星，我飞不上去。没有，反正叫法不一样啊，但意思就是一样啊。跑也要两小时吧，哈哈，哎，包后面他们会想要捡，靠腰吓到。等一下哦，肚子，我的肚子在绞痛。啊！感觉要变天了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肚子痛是变天的痛哎、欸。我比较容易忘记是这一个啦，这个有时候是去飞别张地图的时候看到才想说，哦，对呢，还有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去下面捡金人了，剩三个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可能在跟他们一起看剧的时候，然后我来跑金人啊，然后他们我说哎、欸、到了，停一下哦、喔。我其实很怕在他们在开台联动还是什么的时候，在跑图啦，因为人家在忙，人家在。会战还是什么的，在激战啊，也是很怕吵到人家。欸、等一下，肚子好痛，我要死，不要让我吃到火，不要！我现在避开任何的火，我现在是怕火的光子。以前还上面有大辣哦，欸，我好像。我好像玩的时候有吗？不要！不要让我吃到烛火、喔，不准哦、喔！好了，点完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圣岛拜拜吧，我们的云也跑完了。你刚玩的时候就有了吧？哦哟，这回事哦、喔。好了，我们下一个往雨林地图前进。还是你们要等我，真的好痛、喔。我小王子的时候有，不知道那时候改掉了，没有，我根本就不会去捡大辣，只会烧海胆。我看到，我突然想破胆，
等一下哦。得得得得得得。分享，好了，肚子又不痛了。啊，肚子又不痛了，出发。我记得下去。右上的那根大树有一个，然后还会在门口等我一个。不不不不不。我今天有朋友问我说，下个季节东西版本怎么怎么怎么，哎，肯定的吧？哎咻！靠腰，吓死我！啊，被吓到了啦！啊，想想我当时只有五个翅膀的时候，竟然跑到这边来玩。啊，这边第一个你们会怎么走？上面那个吗？哦，又是火！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。八个羊。无法控制。哦，火都炸，花都炸光了，哎，哦，可恶！是不是都没了？哦，我想一下哦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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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尾流，跟着尾流走，爸爸。可以啦，第二人很容易炸，没有欸，我之前跟尤里亚个在跑，几乎都是我把花烧光的。你也不要每次都说很容易，很容易，一定一定好不好？我每次烧那个山云夜山塔那边，每次烧，哎也没有每次，根本没有什么炸、啊。啊，好了，两个捡完了，来佩佩，教我跑下面吧。下面四个，我知道下面四个 啊下面我最不熟啊，所以才会说等一下下面的时候带我跑。相信佩佩，没问题。好，这边开始对不对？右边有一个，你去哪？我每次在讲，每次在想说，我掉的光一定是在这下面。因为那天在烧红石的时候，喷了两个。哎，狐狸不要一直吵哦！是你哦，对不起。然后嘞，再是哪里？是啊，快点啊，带嘞！哎，你们不要挤进来，我画面会被带走啦！拜托，不要再挤进来了。来，我讲过了什么？要不要道歉？嗯，这样我自己跑了哦。不是说你啦，啊。跑哪边了啦？你们这样，我们不想跑图了哎、欸。
他这边要盾吗？我是想说佩佩没能过去帮他一下。哦，是他没能，不是我没能哦。好盾吗？嗯，你先下去啊。你飞到没能量，哈哈。对。我以后要带拐杖了哦。哎，有鬼，有鬼！那你等我下去，你再下去好了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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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。来，有你哦。为什么啊？这边太平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那时候走这边的时候，呆鱼跟我讲了一句话，靠腰。哎、欸，呆鱼，啊，为什么这样就可以？回去对面。没有没有，那时候呆鱼跟我讲说太高了，太上面了。遁地我都是看脚猫爬到地板里面呢、欸，啊，我也是啊，埋进去才是啊。所以那次大鱼跟我讲说，在下面一点的时候，我就每次跑都跑到很平面的地方去跑。你说脚要像这样子埋进去吗？算了，我又要拿拐杖了。啊，以后就拿拐杖了。那、啊、这边路线开始怎么跑？我只会跑另外一边的路线呢、欸。这边几个啊？如果三个的话，那我还是知道啦。因为我棒 switch 不好盾，好不拿了。过动画，又过动画。哎，一个在这边，塔上再一个嘛，速动一个，三个就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张我会了。没错，三四三台是四啦。哎，我速洞还没去，等一下去一下速洞。我的四四四，北七哦。
哪个洞啊？哦，找到了。不是欸，我要去树洞欸。不是走这吗？欸，门在哪？现在是在为了他们努力学好图的呢。你看我连，哎，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妹妹救我！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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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太嚣张了啊！飞一飞，飞到看玩个无意多开心，又不用担心跑图了，又不怕被龙咬啊！啊，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献祭才能拿红蜡啊？我也不想要献祭啊啊！可是他游戏机制就是怕你后面真的没有事情做，就叫你去死，拿新的货币，唉，没办法，什么烂游戏。哎，最后一张还有吗？神殿里面，不是神殿里面啊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要坐祭坛过去，想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去遁地。这边好卡哦！无意不能跑图，好啊！没有无意盒子不能跑图，还不能穿漂漂亮亮的头棚嘞。没有，我也是想说为了那个红辣面具啊，可是真的太贵了。后来想想，你看每个礼拜跑一次是14到15根辣嘛，如果跑一点15根，差一点13、14根，然后再加上每天的那个季节不啦，那个红石的话，3到4根，看又过动画，我会被这过动画气死哦。3到4根的话，啊算了，会死。我们要玩到明年才有办法换到鱼妈的面具。
146根了啊，你都没跟朋友解锁好不好？欸，我原本红辣也快也100多根欸。你怎样？这还是需要回报，我知道啊，我只想绕过去啊。不是你有用过食物取跑过图吗？你只要跳过有动画的东西出来，你的所有按键都失灵，你也知道吧？对啊，啊刚刚那个情况是，他连续三个动画害我要按掉啊，我飞不起来啊。你有出给朔夜？来来来，你跟几个人传？有杯杯跟传送。发喽！完了，我被关了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闹出来了。再没有跑图吃到火，真的很不想要啊！这里，原来这里可以炖哦、喔。看呆鱼都炖这边啊。你看到一些很奇妙的地方，都是我偷学来的啊。哎，到了吗？我记得还不是的，我记得不是这呢。等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直接飞上去？嗯？哦，没有，那时候我翻车过一次，那时候在带幽灵跑图的时候，有不小心翻车过一次，跟他说哇，哇塞，回家吧。啊，技能在这里。国际服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好了，雨林结束了。不行啊，下面那个还是好陌生。我想一下，左边。啊，没事，下面那个。左边、右边先烧左边，然后大叫上去，然后渡口一个，哎、欸，右边一个，左边烧，玩一下哦、喔。一个，大叫上去，烧一个。峡谷要飞行还是滑行？峡谷我应该都可以耶，峡谷我还行，峡谷没有，峡谷比较难的应该就只有那个啦，那个哪里？我先回家。还是想等我？我想，我真的肚子好痛。滑完就回家，我知道啊。慢慢来。
我们都等我，哇！那我们来看樱花吧。啊哈哈，小树苗没开，小树苗枯萎了。身体要紧，不是我有做过啊，就是变天的话，我很容易拉肚子。但是在楼下，因为小织女在，所以可以吹冷。很哭诉。我要带手机去厕所。
来了。哎呦喂啊！我回来啦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出发。十月不知道会不会推出地图系统，什么地图系统？下不去。听说可以看到未拿的金人，哎呦，这么好！哎，我拿完了，过来吧。这是哪里？云河，对不起。哦，大卡比说好久不见啊。城墙上一个找地图。最近在邪教中，好，那好，那个我这边也没办法玩啊。那当时不是一大堆联动退取的，他们都在 YT， 啊，就我在双开。那现在换他们都在双开或是在退取开，然后就我在 YT 开。嗯，不是。墙上有一个吗？塔上一个。那个塔。我知道墙边那一个啊，那个不是碰到就好了吗？阿塔是哪个塔？不取流量好，我流量好，没有啊。当时他们那时候也是在先退取啊。哦，那时候我也说过，迟迟不放手，主要是因为那边勾勾还在啊。而且勾勾不在，就没有想要去那边开了。
正在把勾勾找回来，我知道啊，但是这个月开始想要拿回来的啊。可是现在很难呢、欸，那你看我认识的一个，每次开台都一两百的，就米娅，而且之前他的会员有到1000多人呢、欸，订阅啦，订阅了1000多人，结果他哥哥也被退了。他不是追随，他是订阅哦，那种赠送会员那些东西，赠送订阅那些，他有到1000多啊，也都被退光光啊。小元哥没有，他当时是早期那时候是说1300观看嘛，然后一个礼拜至少开台3次，然后就是观众的累积要到300以上啊。可是现在看我现在看没有，现在他们是75。累积没吧？观众数累积是75以上嘛？哪一个礼拜开3次台哦、喔？才75而已耶，啊、那些场平时开200-300以上的，还没办法过哎。然后现在，要么带太严格，要么太大小眼，懂吗？先你那部没有认识的啊，你没有管道的话，你是过不去的。夫妻勾勾，对啊，他们就会觉得说你这些观众数是买机器人的啊，还是什么的啊？对。如果真的回去开，我也不会抱着拿回勾勾的心情开啊，就只是有些要有互动的游戏啊，像之前不是跟米娅他们玩那个嘛，木偶袋，就是想说帮他们拿，就是拼一些就是流量，就是你聊天是有在刷才会是那个嘛。还会是有正常的聊，是不是现在回家对不对？回家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回家对不对？想加好友，那如果等我金人跑完，我有想起这件事情的话，啊，你又还看得到最后的话，我再加你好不好？加一个还有吧，不是啊。我们跑滑行赛道啊，反正都要走一样的路，是吗？滑行赛道也要滑到下面去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就那时候想说，给他聊天室有在动，那有动的话，这样后那个退取后台应该会比较好过身。你看，我都其实很努力在帮那些人在弄他们想要的东西。那我呢？就这样，今天啊，有人需要什么，啊，我做得到会给他们，都会去做嘛。你好久没跑完峡谷了？没有啦，我现在也是为了三江他们啊。因为他们，幽离他11亿嘛，但是如果他真的哪天要去献祭的话，我怕他跑不到最后啊。想说，
到时候如果他献完祭之后，杨戬技能给他剪完全部啊。现在满十一可能很难跑到最后。哎，我一七，我今天一七二，还是一七一啊？一七二，我就最后一个最远的那个没有拿到而已。啊，中间有漏掉一些啦，因为谁？小妞说她剪完是十五根，啊，我剪完是14根等。啊，中间漏掉了。欸，我好久没跑这里了哦，这边技能在哪？欸，这里有技能吗？等一下，我靠左边哦。好，那你没用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雪上面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哪边？好短距离哦。八千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啊！到底哪里啦？我只记得黑黑的地方有阴影。哦，这个声音我看到了啊！忽大忽小。你要先上去吗？你看我就是上不去啊，为什么？你可以不要那么专业的飞法吗？哈，上不去啦。你献祭都会带大三档啊，可是他到最后面那边的话，不是只能弄一次道具而已吗？而且你那时候要点火的时候，你闪要收起来啊。还是你说最后的时候就全程拿闪？
来讲一下哦，其实现在是我的睡觉时间哦。爱困哦。早上我记得。在滑冰前是飞得上去的哦，恭喜！你退坑好久？你多久？你哪一季退坑的？巨人肩膀上那一只是靠滑冰的关，哦哦哦，你都直接喷上去的哦。好了，这边我也陌生了，来吧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知道上面有两个洞吗？哪一个洞啊？这个洞，啊，另外一个是哪一个？左边。有点记得呢，等下再去拿、啊。重组记吧，哦，我是重组记进来玩的啊，好啦，表演记啊。哎、欸，好呀！今天不收火，什么收火？你重组剧才开认真玩，哎。卖八啦，我在看聊天室啦，在八叫你走。我每次都是从商店走出去的、欸，哎。好了，你是不是要直飞了？去你妈的！你看这个人，然后那个屋顶上面，我以前没办法飞啦，现在终于有办法飞了。为什么尤里他说有办法这样点得到我，都点不到哎、欸。他每次都在忙的时候，偷偷给我举个白蜡，然后每次他想说：“你先忙你的，你先吃你的，我没关系。”他就帮忙举个白蜡没，我就是说：“没关系啊，你赶快吃啦。”因为我那时候飞到一半，快飞
翅膀都已经快没了。然后他每次都突然掏出那根白蜡的时候，我都会偷笑一下。我说啊，这个人，我都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，刚好掏出那根白蜡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每次都很关键哦、喔。我想说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追击了，要追击了，要追击了。然后白蜡就掏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没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下去。我那时候每次跑这边就带着火盆，然后，带着火盆，然后就在这边自己一个慢慢飞。哎、欸，思考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还有吗？没了吧？然后我看到隔壁的小黑也需要火盆，我就是说啊，我已经吃到了，我火盆就帮他弄，我就把火盆留给他，然后我就去弄。没有啊，人家在忙啊，在开台，在工作，还是怎样的？然后想说，我就是站着慢慢回能就好，或是放萤火。所以你要先吃后面还是前面？以前那边飞不上去，都会遇到好心小黑帮我回能。对啊，就是也不是说游戏目的吧。像我那时候推这款游戏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推、欸，因为这又没有打怪，没有练功，没有等级什么啊，等级有啦，翅膀啊。然后。像那时候谁？去年我不是开始在玩吗？然后巧克团就说，巧克力就说，你在玩这什么、啊？我说光遇啊。他也是讲说，难得会有你想玩的手游、欸，我说对啊，我说这个游戏没有抽卡成分在。我去拿一下那个。反正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推，我说就蛮对我的胃口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你们来玩的话，可能玩不到几分钟就会删掉游戏了吧。换装游戏有啊，我也跟他讲啊，这有，我就是说有点。在，我说我那时候我玩这个游戏的性质大概就是，在换装吧，把你的人物捏得好看。所以其实之前幽里，如果他那时候很早就在玩的话，他也是开服大佬哎。那其实那时候就说，这游戏刚出的时候就有仔来玩。那时候他说在第一张地图不知道干嘛就关掉游戏。然
然后再是茄子，那时候，啊，我刚睡着了。哦，啊，收集矿很爱，我就是啊。嗯，又不是这里。你们是说后脚跟离地还是怎样啊？你嚣张啊！你可以换 Switch 哦。前脚，然后嘞，埋进去有啊，有埋啊，你看。其实 Switch 超好盾的，我知道啊。我在笑他没有 Switch 啊。靠腰，我知道啦。他怎么还没来？五十秒。人呢？其实只要练到都很好挣吧。要去哪里？我要等土司喵。不是啊 ，Switch 有个好处是它可以这样走路哎、欸。来啊！
既然阿不是要给我 QR code，Q 去哪里了？请问基罗亚小姐，前天在那边跟呆鱼打魔物猎人，打得开心吗？基罗亚，你现在给。不是啊，土司喵咧，你过不去啊？还是你没有去，你没有解过这个任务啊？也不对啊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跑完了嘛，走吧，那回家。人满了吗？我没差啦。你干嘛回收讯息？我靠！你是欠打、啊，欧弟，欧弟，你去死吧！啊，差点按到有边，等一下哦，你打了啥？你卡到 bug 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啦没事啦，安静一点啦。欸，土司喵，那个安卓可以更新了，你过来一点，我点不到你。你看，完全没跟他喵解，因为当时他也不知道有没有要玩。好了，没想到你一来就来玩这么危险的地图。啊，走吧，我们去死吧。之前那个谁，茄子就直接带土司喵，然后第一次他们认识就直接带去献祭了。那茄子也是很猛。啊，完蛋！欸，会不会瞎啊？现在这个时间，完蛋了，52分，怎么办？欸，你说这石头上怎么飞啊？我这有办法吗？请问一下，石头上这个，我现在这个翅膀应该也是够吧？够你妈啦，够！金能够的话，再骗。这边到底有没有开慢速留言啊啊啊啊！慢速留言，什么慢速留言？哇哇哇！奇怪。土司喵，你知道吗？在飞的过程中，你吼是没有用的哦。你知道吼是只有脚碰到地板的时候有用，对。要滑翔，哦。我一开始是不是有说我不会滑的那飞上去哦？
你给我去翻记录档，你给我去翻哦！我真的不想要，不要误会什么 EQ 差之类的哦。有魔法吗？什么魔法？没有，整天说我 EQ 差，也不想想我有没有讲过我有讲过一样的话。这不是滑翔吗？我怎么知道是什么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你换面具了哎、欸。螺旋飞是什么？不是啊，这样哦，你就讲一大堆奇妙的术语，我怎么知道什么？回复药，有是有吧？哎、欸，这次就没了，我们是要换下一张，我的更差。啊，是不是？一直以来都当人家行动电源，真的，因为他们开始跑图的时候，我才开始学的哎、欸。真的好黑哦、喔！哎呦呀！你现在要直接过去吗？不是吧？那么勇哦！哎、欸，好大声哦！等一下！哎、欸，你不要重叠到，我会点到你。再找四颗就有惊人啦！下星期还会播吗？播什么东西？播什么？你说光遇吗？哦，我不太想开光遇的原因是因为我最近开光遇 EQ 会很差，感受到了吧？已经有无辜的受害者被我嘴了，他很无辜哎、欸。也不是我想嘴他，是我一开始那时候就开有说木土那根柱子上面的金人，我那时候飞怎么飞都飞不上去。测试，哎，你测试。哎，再来嘞，我看它是藏在里面的。这边对不对？我记得那时候呆鱼直直往这边飞。哎、欸，阿喵，情况不对，要切后台哦。然后再次大门口嘛。回去怎么用？按那个啊，控键。这里四个，好摇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这个，有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。
啊！你死了吗？这里四只。我那时候是跟那个谁尤里说，欸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第一次组到解木图任务，欸，昨天不是有那个吗？荧光的，我想说，嗯，可以切后台应该还好，就昨天就是很恐，冒着很害怕的心情在那边解任务。将心配配啊！我刚刚本来想说，来啦，一张地图，一个司机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个换呆鱼这样子，很亮。对啦，像这个佩佩应该是看不见的，他应该是瞎了。佩佩加油！佩佩找一下金人在哪边。佩佩加油！哦，有人放蜡烛哦，这么贴心哦，还是好贴心哦。昨天其实那个还好，我也觉得还好，有得挡，不舍加上我就真的是要教他们，救命啊！帮阿喵拿一下好了，拿到了。黑糖安安，很多地方都有充能啦，欸，真的。黑糖 ，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第一次的捡光人之旅。我想加好友，晚点好不好？我玩点，好玩进格，我再一次加一加。欸，土司喵喵要捡蜡哦，所以你看到蜡烛不要给我断手哦，你断手就不会再牵你的手了哦。这边我记得，我只记得有一个是藏在那个柱子后面，上面一个，然后藏柱子后面一个，是不是就没了？啊，我能做到的就复活，可以独当一面的。欸，真的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，我也有当司机的一天呢。你知道我当时玩这款游戏，我的理念就是。我要当一个漂漂亮亮的行动电源我要让我的司机啊，那个有个很好看很好看的行动电源可以看，这是我的游玩的那个设计理念。没想到今天我有跑图的一天，这样子我开台压力会更大了。没有，之前我开台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呆鱼还是佩佩他们带我跑嘛，
太太带我跑，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，哎、欸，尊重一下我的司机哦，你们不能嘴他们哦，他们有他们的跑法哦，尊重一下哦。哎、欸，那我那时候是这样子，看鸣龙生出来了，快跑啊，吐司喵，把你喂下去。所以你都送三百，不是啊？有人跟我说开台不要生气，好，我尽量好不好？我真的没办法开台不生气，但我可以尽量避开。有啊，那时候不是有人跟你们讲说隔壁可以怎样跑，怎样怎样跑，这样的吗？之类的。那我就说，哎，尊重我的司机哦，今天是他们带我，等我带的话再来追我好不好？来，谁敢追我？看到我在线上一般都不传了，有啊，我啊，有些其实已经都被我吼过、凶过，不会来。你看，像这个坏人，传过来都是坏人。好啦，阿喵，我们跑。哎、欸，我们回家，我们跑那个。我们有两个，我们有两张图要跑。方舟跟深渊，开进阁的门没有啊？我们直接坐过去就好了。阿喵熟，阿喵熟，你也不太敢传，通常你们看到我，好，如果你们第一时间有看到我那个我回火给你们的话，那时候可以传。如果看到我回火已经过了大概三分钟、四分钟，就不用传。有啊，那时候串到我也是打声招呼马上串走，因为我想说完蛋了，又串了，尤里又被丢下来了。哎、欸、阿喵，等一下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等一下是潜水啊，怕是怕你会溺死，等一下有点要靠自己。宝礁，然后这边有贝壳可以挖，这边有可爱的贝壳挖。嗡，把号弄没了，你是送出去了、喔？哎、欸，我还是觉得账号角色这个东西，我会很念旧，所以理论上我都是不会去把角色卖掉啊，或是怎样。哎，上面不是有吗？还是不是这个？有。然后等下水里的阿喵你要小心哦，你应该没有问题，你要确定哦。啊，我们的阿喵说没问题就没问题。哎、欸，对，改天也带尤里来跑这边好了。尤里只有在看台吗？尤里，哎、欸，然后这个是哪个水啊？是不是那个？这个跳下去。因为尤里这一季一定。这个季节一定是他的那只人物，这只一定没有解。哎呦，这边不得不说，他真的学的很快、欸。明明他光遇。台湾
没有多久，有些术语他都讲得比我还懂哎。哎，不是这吗？对啊，我记得是走这呢。哎，走哪？不是哦，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哦哦哦哦哦，这里这里这里。阿喵，这要开哦。那时候会说有点危险，是因为 Switch 不好点哦。好，就可以回家了。来，回家，回家。直飞有啊，我也想学飞去暴风眼呢、啊，这样我就可以直接自己私下去玩了。等一下看到阿喵死怀变个黑人，阿喵熟，阿喵熟，真好。你们不用跟啊，方舟的我可以。我刚刚真的唯一不熟的就是木土跟那个而已了，木土跟雨林下面而已。啊，还有啦，等一下那个是哪里？镜格右边的那个隐藏门，还有帮他那里星墨，很好学一次过。如果等一下没一次过，你要怎么办？哎、欸，我断了。来，吐司喵，介绍一下啊！你等一下看我的画面，跟你的画面也会差很多，因为改天我要带你一个那个尤里写这边，写完之后，你之后商那时候不是有看到那个吗？我们预计里面有个那个商店。其实那个商店，那个待一段时间它会不见。那如果你要买身高药水那些东西的话，要透过这边的任务才能买到。星墨就前左右的，前左右星墨几个啊？两个。你看，克洛伊你都比我懂了，要不要带我跑？三个。你说前面左边跟右边啊？好啦，克洛伊，哪天你带我跑的、啊？好不好，克洛伊？阿喵走了，阿喵船开了。好齁，好欸。欸，克洛伊，我多久没有去跟你要抱抱了？罐子一个，灯塔一个，皇冠下一个。哦哦哦，那我会了。好了，我老熟了，嗯。当时小王子记我真的还好，可是小王子的地图我就很喜欢。欸、克洛伊，你不是有喜欢一个色系吗？叫什么色系啊？这样我不是喜欢马卡龙色系，你不是有喜欢一个很特殊名词的色那个色系？那时候我在给那个尤里看那个我喜欢的那个画图的色票，
然后他突然讲了一个跟你一模一样喜欢那个色系的名字，就是偏灰一点。想带繁星跑图 ，but 时间不行啊，没办法、啊。经历过季节，应该都记得惊人的点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我经历过重组季，但有惊人的点我记不住啊。你点到了哦，你怎么猛？莫兰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哇！我当时听到什么莫兰迪，我想，嗯，这个我记得好像吃药前，特洛伊有跟我讲过。我记得那时候克洛伊不是也喜欢莫兰迪色系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到他其实跟马卡龙的那个色系差一点点，不差一点点啊，就是饱和度有，哎、欸，不是这，等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在哪里？又着色，不是是灰阶比较偏那个灰色的那个色比较多，洞往里面走，我没看到洞哎、欸，山洞里面这里有洞哦、喔，这里哪里有洞？骗我，里面这个吗？这个是洞吗？左边。好，我面对这边哪一边？哪边是哪边有洞？里面左边，飞上面一点点。哈哈，嘴上面有个缝。哦，北七你是谁？啊，抱歉了，吐司喵，让你看笑话了。好，回家。干，谁跟我说煮火的？那明明就是火而已。我想说我在看蜡烛，看不到啊。还好我也没看到，我啦。啊，想到这个就好气。啊，我好希望语助词少一点哦。有时候真的太下一次直接骂了。可能着色器有改。你说就像水变清澈嘛。哎、欸、你也别飞太快、欸、你这样子等于是我在画画的时候描图一样啊。根本就还没到，你就一直飞。我只这边是不是只有两个啊？下面跟上面吧，我记得。哎、欸，不对哦，有四个，几个？总共几个？哎、欸，好，我们这边我记得要先下去嘛。下去，然后为什么要点呢、啊？不用点不是吗？
可是一定要点。啊，下去。然后楼梯上去，来来来来，好了，回家，回家一定比较快。好啊，都偷跑。哎、欸，你要捡吗？没有啦，捡金人啦，你要不要玩？不不不，你今天要开吗？你们要开，我们来解任务啊。我顺便带阿喵捡金人而已啊，你要吗？我们要捡蜡烛啦，你误会我了。我是不会背着你偷吃，好吗？你看，来聊天室帮我解释，我说过什么？我是为了幽灵子学怎么跑金人的，对不对？我等一下要为幽灵子学怎么去死欸。啊，这个你捡过了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你今天有没有开台啊？哎、欸，那差不多哎、欸，捡全图金人要两个小时半哎、欸，啊，没有哦，那等一下我来解任务吧，我等一下关台解任务啊、嗯。对他连海胆馒头都没吃，你看，你知道吗？你再问大家，今天有些火不小心喷到我身上，我叫的跟被那个热水烫到一样。你看，我真的很努力在学怎么跑哦。我从来没有为一个人啊这么努力过。你知道，今天那时候碰到火都是说不要靠近我，然后每次只要烧到，可能像那个嘛，雨林不是有个东西要烧？哎、欸，降落镜格，哎、欸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？在星末的哪里？看一下西，幽灵上来，我们顺便去烧。啊，你任务要接，然后你来，你来，他们烧，我们在旁边纳凉。前面左边，嘿，等一下，等我去捡那个东西。对，都是那些主火主动靠近我的，我没有去。可是我在 A 配，好啦，那不然晚点好了。那你爬分加油哈，我等一下跑完就关台了。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私下再来跑。啊，我是不会抛弃你的。哎、欸，你下面那个应该捡过了吧，阿喵？一边挂台，有时候可怕的音效让我想说 A 费凯的吧，结果是你的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讲话声音应该不会让你想要睡了吧？我呢？你有呆鱼了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口口声声都在那边呆鱼的啊！我最后只能去找幽灵了，没有啦。
我等一下再加好友啊，等我一下。对啊，今天就像你那时候有个残酷二选一，我说那呆鱼跟幽灵你选一个，你说这是不一样的老婆好吗？这是不可以比的。你看，就像女生在问一些问题，就会说这不一样，我说哪里又不一样了？明明是你先抢我大幽灵，我只好抢呆鱼了。哇！你要确定呢？那这样好像都是我的错哎！天哪、啊！可是抢走幽灵好像又比较好，没有啦。哎、欸，好，阿喵，我们回家。哎、欸，再来的好像不用跑了哎、欸，再来的我都会了。没有，再來就剩靖格啊，靖格一定每天都会跑掉的啊，所以没关系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啊，我们跑完了。然后再还有四个是那个叫啥献祭任务，不啦啦，刚什么试炼啦，一个老婆一个宝贝没问题啊，我先去加。哎，基亚要晚点加 QQ 啊，那个谁，那个要加我好友的还在吗？好了，阿喵，我们剩下的。晚点跑吧。定格有任务啊，我们要跑任务。你再讲下去，你再讲下去就要开始跑任务了、欸。你在讲什么？你想一下呢。大友，来啊，来加。你是哪个？啊，好像只能加手机耶、欸。主一群没办法，不好意思。要你也想加啊？你怎么讲？那呆鱼我抱走了，自恋要去？没有，只要有碰得到蜡烛的我都不要，碰到蜡烛的东西我都不要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啊，主要我也讲过啦，我主要也是怕说我后面会看不到一些火。因为最近不是显示 bug 吗？你靠近明明没有火，就火还是喷到你身上。哎、欸，那位 SKY 你怎么样？你要叫灵菇是不是？灵菇，我、啊、靠！灵菇，不能点大辣的试炼，哎、欸，好像也是可以、欸，哎、欸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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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这样可以、欸，哎、欸，顺便陪我练好了，哎、欸，那个灵菇来，这是你的，然后你暂停哦、喔，这边暂停哦、喔，没有暂停到，你自己按回放哦、喔。那个谁，还有谁？五四啊，不，四五。可是我腐尸镖没传送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对耶，是叫你四五吗？腐尸镖没传送，那我就只能有够地狱的，你只能打简体。你去更新安卓了，安卓可以更新了。四五，没关系啊，不然晚点试炼。我再陪他好了，因为阿喵有幽灵跟茄子的，来，这是你的，哎、欸、靠，哎、欸，你怎么出现了？欸、你不是你专心玩呐、啊，我你去打 A 啦，我晚点在那个再陪你跑。独自跑风试炼没办法啦，会死。哎、欸，既然你在的话，
那我们走，快点。五十秒走，快点。五十秒牵手，快点，我们去解，我们去解那个啦。快快快，吐司喵！为了跟你抱抱，我死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快点，我们走，我们去解，我们去解任务喽。哎，现在可以开放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快传送我、哦。还没，现在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我一直想要看你们被中被怎样的画面，虽然我好像有看到，因为我昨天在跑的时候有看到一堆用躲猫猫的方法在跑。啊，来来来，哇，妹子，你加了会员。快点，赶快去私讯粉专，会一堆人在光遇群等你。你看一下那个番茄的脸，是不是很恐怖？你看看这个尤里的 ID 是不是很可爱？主位取位置不一样吗？一样吧，因为尤里都是用主位取在。好啊，因为他手机要么马娘，要么那个视讯截取，我还没改哦，我还没啊。你看，你跟大家说光遇是恐怖游戏，我也是相信。加油，兔窝的们，冲啊！受伤的来找我抱抱。你看，恐怖游戏，有椅子，你看，看看昨天我是多恐怖的在烧这个东西。我相信兔窝的大家。好了，阿喵，你保护好兔，你保护好尤里哦。我去烧。不要叫哦，阿喵不准叫哦。你叫了尤里会出事哦。然后等一下阿喵你结束任务后啊，记得去摸一下那个任务。你任务都还没有解到，你看，你看这个番茄，他的脸很可怕吧？不是，这石头真的是有够白目的，会撞人。哇，你们好棒！尤里来，尤里坐。尤里子还没坐下之前，你们不准坐。尤里来哦，来牵你了。现在是无敌的吗？我总记得现在还是会被撞啊。尤里，你还行吗？地上还是有点危险。阿喵飞起来哦，阿喵，阿喵飞起来哦。
然后等一下你们两个要记得去摸一下那个、喔、任务。啊！感谢兔窝的各位，你们最棒了。来，对你坐过去，然后更新后红石好像有变多，不是多一些些吗？没有，我等他做。你慢慢来，你慢慢来。现在没有螃蟹，你慢慢来。幸好这个浮石只有大小夫。对，哎，昨天那个浮石，哦呵呵，我真的不想说，哎，那个浮石真的是有够。你走开！你看这个，你这个，你看看这个番茄。我是番茄，我也是番茄。然后。幽灵，你进去之后去摸个金人就可以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你应该摸过了。那吐司喵你，哎、欸，吐司喵你看看你，你任务到哪边？哎、欸，那我问一下哦、喔，之前任务不是上面有个那个吗？小金现在跑哪去了？没了吗？回不去，第三个，哦，你第三个了 哦，没有啊，现在是都有惊人哦，全部记忆都有惊人，哦，哦，是这个意思哦，所以现在是水母记忆，哦，哎、欸。什么意思？所以现在是水母的记忆，那下次多去光瑶的记忆就可以去拿光瑶的技能，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哦，所以每天都要进来。哦，懂了，懂了，谢了，谢了，谢了。那我懂了。我想说，那如果万一哪天，哦，现在是明龙。只有红石才能进，好，哦，好，那我懂了。哎、欸，四五你，你再加我一次，我再给你一次，左右玩家，哎、欸，来四五，这是你的 QR code， 请按暂，请按暂停。啊，这是你的了，好久不见，你想，昨天才见你，好久不见，都看不到你。你是要给谁？给阿喵吗？你是不会再光遇 QR code 给他？哎、欸，阿喵，人家跟你做朋友啦。我阿喵。哇喵松手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昨天很扯的一件事情是，吐司喵，我正在教他说，你按一下上面这个键，然后往下滚到最下面，然后有没有看到一个有个小人跟高人的那个图中间有个问号？他说有啊，我说对，那个就赌身高的，他喝下去的时候，怎么扔蜡烛？他叫马同学，你看要不要加他？不窝的啦，然后他一喝下去。噔噔，十三号身高，他们好狠哦。没有啊，你不用怕、啊，他们蜡烛很多啦。好、啊，不然马同学，你 QR code 丢在 DC 啊，他看到在家，他有 DC 啦。好了，你们走吧，这边我来陪他就好了。我想一下哦、喔，因为我在等那个，等二十二号，等二十二号之后，不是有那个吗？草帽可以买了之后，我应该就会开始画那个杯杯的图，就可能
模板一样啦，就杯杯的图可能实力不一样。这个看得见群底，你说地板很那个吗？这只看到自己的啊。好多人，六个。他爱吃冰吗？我吃冰。教主会买那个棉花糖吗？我会买啊，但是番茄会买给我。不是，在认识番茄之前都是我包的，在认识番茄之后都是他帮我包的。你知道我每次已经挑好了，好了，我说哎、欸、好哎、欸、下次要来买的时候，然后过一下子番茄就会敲我说，教主我问你哦，那下一季的东西你会想要买吗？我就说哦会啊，然后我说、啊、你要买给我了哦。我每次都会觉得说哎呀好不好意思哦。他说哎、欸、他的意思是说没买给我也是超级留言给我，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啦。我想说好吧，就让他破费。对，很谢谢番茄，真的。但是他知道我真的在光遇上省下好多钱。猫咪你回来了，嗨。哎，刚刚四五在吗？哇、哦、好，你在。那还有谁要加好友？真的我要回去再加。确定。番茄不是要买周边吗？他也买了啊。他也问我要不要买，我说我想要。哦，我想要是透明伞的那个周边啊，那个徽章。哎、欸，醒了。嗨，你醒了、欸。哦，所以你这一套也有深渊记得哦。你要顺便捡金人吗？我带你去捡，我今天学到好多哦，要不要？我带你捡，我带你捡。啊啊啊啊啊啊！我们回家，我们跑试炼。哎、欸，他好像不要哎、欸。好啦，那晚点再跑好了。听说很耐用的透明伞，对啊，我比较想要。透明伞那个，我今天要带我去哪？花生卷冰淇淋哦，我有看到啊。你要带我去哪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哦，坐下而已。幽离子的光子长得像 V 皮，我那时候就捏给他，我就捏给他一模一样给他看，我就说你看有这个腮红，然后那时候是给他看那个樱花的那个樱花发型，结果前天复刻了这个，他就又戴了这个了。现在他比较可惜的是，他没有那个重组剂的项链，因为他就说那个什么，那时候不是复刻这只的时候，他就说他那个领巾好好看，我就跟他讲个很难过的事情，我说那个是那个项链，这只有重组剂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那个。就只有重组剂的项链是领巾这样子啊，他就很难过，还蛮赞的啊。好啦，你下次有约学姐，我再跟你去吃好不好？那就看到头发又更长了。你要加好友，我刚还没加哦，等一下哦，要什么？喵咪，
手游玩家。喵咪，来，狗，来按下暂停哦，这是你的 QR code 哦，好，谢谢。考虑，哈哈。就是如果你看到我上线，如果我在跑图的时候就打个安安离开就好或怎样，因为我绝对没有办法回应你，我在带隔壁这位跑图，或是看到我背上背了一坨人，就是我在跑图啊，就是尤其是开台的时候啦，因为我开台的话一定是用 Switch 跑，然后你 Switch 跑图的话，有好友加入或是他可能在叫的时候，画面会这样飘掉或是怎样的，那你靠近我的时候，我也会点不到蜡烛，会优先点到你。这是我为什么不开光遇跑图的原因，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啦。就是加我好友啊，尊重一下我。你看打这个脸，你看这个肉，这个脸颊，这个肉。完美的 VP， 就差他原本是那个啦，南瓜万圣节的衣服啊，他万圣节衣服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万圣节衣服就比较像他的哦，他也跟克洛一样喜欢那种卷卷的那个鞋子，小丑的鞋子，对啊，就是除非我真的有问啊，你们在传我。不过尤里，如果你，我后来分析了一下，就是除了跑任务的时间嘛，你要听哦。如果你有在那个，如果还没激战啊，有激战没激战你就稍微听一下。跑献祭的时间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不等，就看说。过程中顺不顺利啦，死得早死得慢而已啦，那再加上捡全图精能大概就是2小时半左右，那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花了大概3个小时到3个小时半左右，你就可以拿到14跟15根红蜡，每个礼拜啦，就看你有没有需要。我应该后面应该都会去投胎啦，就想说加紧投胎。对啊，就是捡全图加献祭就是大概3个小时。虽然有点烦，有点累，有点乏味，但是那个面具会发光很赞而且可以挡一次鸣龙的那个伤害。没有啊，这个后面再跟你聊啦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那时候是听说献祭变得很难献祭，我就想说那就不献了。然后直到我昨天想说，哦，那个面具的那个影片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去找那个人家献祭的影片。他说虽然什么这次的献祭的那个什么，
变得好像也是比较难献祭，可是就是红石打下来的伤害变得很低，就之前大概挨个三下就会变黑了嘛，那这次大概挨个四下五下才会黑，我觉得那好像还好欸。而且我昨天去献祭的过程，应该说早上去献祭的时候，没有以往的那么黑欸，是比较亮吗？是这次改的吗？还是之前就这样子？我偏偏想要最贵的，然后那个图也是没必要。我觉得雨妈的就比较好看啊，只会想带个船在头上啊，连续的比较难。对啊，就是只是到后面可能会就是需要手牵手拿着白蜡那边献祭这样子，因为我今天就一个人去献祭嘛，那我献祭过程中其实我是觉得蛮顺利的啦，就只是有些光那个石像的位置有变过，那个我可能之后再去看一下在哪里。我想说就是先跑过一次再去看会比较熟，结果我想说前面太顺利了吧，被砸到还不会死欸，又跑到后面不是欸，怎么又开始趴在地上不会动了？那等到我终于好不容易死亡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我原本一个人，又后面看到有人跟我穿到别人那边去的时候，他们是两个人手牵手嘛，然后彼此举着白蜡这样子回应了。你想等峡谷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更新啊，就在收集的过程中，如果峡谷的出来的话啊，我们换有人一起会比较简单。对啊，我今天也是看到说小妞本来问我要不要一起，我说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就好了，虽然好像听说人多比较好弄，但是连续的一样倒哦。86要多久才会200啊？估计要明年了。反正没那么快退游。如果真的要退游的话，我那时候其实小王子季就会退游，因为我也想过了嘛，我在生病的时候玩了这款游戏之后，就觉得至少有东西可以让我有动力玩。如果当时就是觉得光遇好像就这样子，而且再加上小王子我又不知道在干嘛，因为小王子记的时候就是任务不是也是阶段性开放嘛，一个礼拜出或是10天出这样子啊，然后那时候就是阶段性的时候太不知道干什么了，就那时候其实有跟优华，就是我的司机说，我好像要退游了欸，我觉得这款游戏好像差不多了，然后他就有点很难过，很不舍。我就说好啦，再陪他玩，又陪他玩一玩，玩到又变成他退游了，我还在玩，我就抱着说，那我就继续玩，然后看他哪天会回来那种感觉，就。你看，就举着蜡烛，然后头看着天空的星盘，不是米龙，就头看着那个天空嘛，然后就是想说哪天看到他会上线，然后点亮我还是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。结果开直播一堆人入坑，对啊，可是现在还有谁？你们有印象谁没玩了吗？樱桃现在还有玩吗？你们那时候说樱桃有玩，可是我没有什么印象樱桃有玩。他好像也没什么在上线在回火了，还有谁？月月偶尔嘛，然后西敏早上的西敏上线的时间都很奇怪，然后一堆玩不懂退坑的。那这个游戏，这游戏真的要说懂也是不懂了。他有他的剧情跟故事啊，但是我没有去了解。因为正常人不会去了解了，都是看图说故事吧，也先祖的过程中去想说他们在干嘛。番茄、阿七、西敏都在，
对啊，我知道啊，番茄一定在啊。哎、欸，昨天最好笑的是，我昨天就是想说，我烧了红石，可是没拿到那个，没拿到红蜡，我就去想说啊，等下一次好了，就遇到番茄跟那个呆鱼，然后呆鱼就陪我去跑了一下那个海胆馒头那些。哦，因为前天尤里太累睡死了，因为那时候想说最晚到12点，如果尤里没伤心我再跑，那就12点过了，就想要尤里睡着了，又不好意思叫人家起床，那就先去跑，然后就跟尤那个呆鱼说我要去吃海胆了，然后尤里那个呆鱼就一直讲错，呆鱼就说好啊，那我们去吃啊。啊，先吃馒头啦，吃馒头吃海龟，然后跑一跑又去吃海胆这样子，然后就吃完的隔天就那时候是什么，昨天是那个嘛光瑶的任务，那光瑶的任务我自己一个人解哦，我那时候想，我那时候是真的又快哭出来，想说怎么都蹭不到人，那个红石砸下来好痛哦，人呢、啊？怎么没有人？然后好不容易把全部解完的时候，应该我在想，应该是时间到了，我失败了。那结果我解完那任务的时候是那个炸开了嘛，但是没有任何动画。那我就是没有拿到任何红蜡，我就回去说，那时候是遇到番茄跟另一个哪个小黑，好拜拜。然后那个小黑就。我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，突然就是好像番茄说什么，什么呆鱼在开什么，现在是呆鱼在开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我就以为番茄的账号被呆鱼开走了，我就那时候是抱着说，现在是呆鱼在开番茄的账号在练琴，然后聊着，他就说，好啦，我也是很担心你啦，你早点休息，然后结果2点我又上线了，好吧。他就跟我讲八八的时候，两只手张开，我就说我现在很纠结，我在想说，我该不该抱你？我想说现在是番茄的身体，然后呆鱼的灵魂，那最后抱下去了，就再次上线就是要再去解那个红石任务的时候，才知道一直都是番茄这个人。来，番茄你解释。对啊，我也是在期待说，就是我星盘上面一些有些朋友也还在自由啦，但是我最后有些还是拿下来，因为方便，那时候方便传送，所以我不得已把一些舍不得的朋友拿下来，那也是希望他们也是确定都退游了。欸，我怎么烧完红石没有蜡呢？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，我就在想说，奇怪，是我坏掉还是怎样？所以我昨天就是烧第二次红石，然后那时候有番茄陪我，那我们烧完之后，有动画有蜡拿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只要看到，我昨天也是跟那个尤里说，你先看一下你的红蜡多少根，然后他就跟我讲完我就说好，你要记好，如果等一下没有不是这个数字的话，我晚点再陪你烧。因为我们烧完的过程有看到动画，就说哦好，至少不用再烧一次。哦，是烧到时间过了，然后我有纠正说原来我是带鱼。阿喵在那边干嘛？我们昨天有遇到这样状况，要烧两次，对啊。要吃海胆的可以穿马同学咯。红石不是持续50分钟吗？不一定你是陀螺。阿妙，看你有没有兴趣买这一次的那个22号会
会复刻一个灯笼上去，你可以拿着灯笼，然后转圈圈，很像那个霓虹灯在甩，蛮好看，蛮晕的啦。他没有正确的时间呢，也有正确的时间啊，但是我昨天在跟番茄聊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什么红石不是多少？你是说多少？58分、59分吗？我说没有吧，不是48分、47分左右就有了吗？因为那时候每次往那个海岛那个海龟的方向冲的时候，他就会显示说，黑暗降临。我这几天很努力带，尽量带佑力跑到19、20跟蜡，我怕换完草帽又没有蜡了。11点了。你红的都比白的多，你红的多少？你红的多少根？帐篷草帽，帐篷尤里好像还好，可是我感觉尤里也是有囤，你有没有囤积症啊？就是你会不会什么都想收集？你玩宝可梦模组，我没有感受到你有东西想收集，但是可能是刚好没有对到你喜欢的东西，所以你没收集。哦，我只有5个。哦，你换完头发了不是吗？白痴哦！不要压线烧红石比较安全，对啊，哦，他因为他昨天呐、啊，他昨天说什么插两根白蜡就可以换那个发型，然后换完之后，刚刚不是稍微带他跑一下那个，啊，昨天还有带他跑一下那个任务跟刚刚的惊人，那过程中应该有拿到白蜡，帽子试试啊。哦，我好喜欢今天的任务哦！今天的任务就可以一直说，我要解任务。哎、问一下哦，那个之后。如果有人解完，是不是还进得来？还是进不来了？那之后可以一个人来这边耍自闭、欸。感觉这次感觉很多去年的，这次只多2个啊，帐篷跟那个帐篷跟棉花糖不是吗？然后那个提灯跟兔子头是因为那个啊中秋节，啊草帽雨伞的话是去年的啊，好像不能传欸，传不进去了哇，那太好了，可以在这边搞日币欸，这边就好比啊小王子的记忆。我那时候也蛮喜欢这一件的，这件蓬蓬的，我喜欢。我在等雪人的衣服，雪人的衣服毛毛的好可爱哦。垃圾爱心怎么用？我叫垃圾爱心。如果教主上线我们传不进去的话，我就知道他跑去哪里了。我搞不好在办公室啊，
我搞不好在小王子的回忆里面啊。教主可以用那些某些人单独独处的那边，没人打扰。有啊，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人，我忘记是谁在练琴，然后他就说一直有人好烦，我就直接带着那个小王子披风带他去那个星球上面，然后把他丢过去，我就回家了。啊，后面不是有推出那个一个人的音乐空间吗？办公室跟小王子蛮明显啊，对呢，有披风吼啊。如果传过去换物品，大厅有机会看到在一大厅的人哦，真的假的？繁星点样哦？怎样可以加你好友？什么意思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就是跑去办公室之后，我马上跑去衣橱那边换掉。我那时候也挺贼的，因为那时候跟一个人吵架，我就换了办公室披风，然后直接冲进去，然后再换回来。然后他就问我说：“你去哪里了？”我说：“搞日币。”哦，他想加好友，我现在要先回去才能加。哎，我是什么季节的重组季？所以这一次复刻两次都重组季的时候，就很难过。你要在这边玩是不是？哎，番茄，你的那个躲猫猫是怎么用的啊？他是说你点躲猫猫之后，就不要有任何人点，是不是？我要打喷嚏。躲猫猫。那边又穿到小黑，办公室也蛮常穿到小黑的啊，就很烦。所以还是小王子那边安全了一点。骑马吗？不是，番茄有在那个，他说什么点了躲猫猫之后啊。然后时间过了，螃蟹会看不到你。可是如果你的之中有人引到螃蟹，撞到它也会撞到你。有种找不到躲猫猫，在上面吗？不在这。是否加入捉迷藏？然后嘞？是时间内螃蟹看不到你哦，就是在这个时间内，那个螃蟹看不到幽灵吗？哦，两分钟内是不是？欸，可以倒着走哦。会冲过来，但是你不会掉能量。发起者螃蟹也看不到。哦。这个适合很多玩捉迷藏。什么叫捉迷藏？这边地方叫鬼抓人吧？什么捉迷藏？干嘛要不要还去火狮猎里面玩躲猫猫啊？我们应该在火狮猎的一开始大厅就玩躲猫猫了。来呀、啊！我不要，我要陪他。陪的时间不多了，
风试炼比较适合捉迷藏，有吗？我觉得水试炼比较适合哎、欸，我觉得水试炼比较嗨吗？冲过去的时候，你还要等水耶、欸，等到玩一二三木头人呢、欸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就在练那个火试炼速通嘛，一开始进去就很害怕、啊，就是很黑嘛，什么看不到，然后看不到看不到，到后面大家都在里面玩了，已经习惯黑暗了，习惯那个恐怖的黑暗。哎，尤里，雀魂修罗模式没办法解任务哎、欸。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们学到是，我们私下就是开有人场，然后就是分数调到最高，是骑手可能十万分啊，还是几万分这样，然后就是啊能做大牌让人家做大牌这样，所以我们看私下还是怎样再来接吧。哎，活动到几号啊？那个喵国无双，我就知道9月3号对不对？9月2号，不然现在开来看看好。啊，还是我们去红石雨的试炼啊，我们去伊甸园玩躲猫猫如何？伊甸园玩躲猫猫够嗨吧？哇，刺激！哇！あら、また君ね、ジョナン君。四龙图不行啊，四龙图可以那个啊，鬼会被龙撞死哎、欸！看一下哦，勾起你那大胆的想法，我有更大胆的、欸。好，喵国无双，对啊，9月3号啊，我每次都把这看成布丁狗。看都还没解，所以都还没解，我以为打修罗可以，天哪！他要打到多少关啊？50啊，然后他的奖励就是有动态桌布，我觉得蛮好看的啦，有卡维。哦，只要到45关哦。哦，了解了解。晚点陪他们。46到50都是钱。哦。
我现在都是偷吃不自己开上的账号为自己。你太自私了吧？你太自私了吧？看一下哦，人设贵宾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很坑呢、欸。新之屋，要买这个哎、欸，疯了吧？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我没有玩这个，我没有玩这个。我现在没有玩这个啦。大家看这里，你说上面可以踩入？还是有人要教陪我练石飞？不然就只能要你们带我咯。你有买手手？不是啊，我现在有三个手了哎、欸，老虎的手，虎斑猫的手，不行，我还撑了。总共五只龙哦，上面建模好像能站，有啊，刚刚有人说可以站啊，啊，就是你了，看起来最可怜的龙，来，就是你，不要突然叫、哦，我会吓到、哦。好黑，如果这里的龙能动起来的话，可能鬼抓人，不是龙抓人吧？什么东西？明天上班先休息啦，拜拜。好，佩佩，拜拜。可以拍照骗新手说你沙龙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明龙没有戴那个帽子了吼，三周年过了。飞到上面拍了还不错的照片。你现在要吗？啊。所以番茄是明天八点吗？哦，该不会呆鱼那时候说有个可爱的 V， 然后跟安妮玩，就是那位 V 吗？我想说可爱的 V 谁啊？他最近在看的 V， 他不就只有一个？还是有其他新的 V， 我不知道。安琪突然跟我讲说，
约了西亚。我说啊，哦，所以这是西亚。很容易联想到啊，没有哎、欸，谁知道他可能找到一个比西亚更可爱的 V 啊，对不对？走心现场，谁？我没有啊。因为明天，哦，他有问啊，就是，说什么？西亚跟安妮玩，然后问我要不要。我就想说，嗯，西亚、安妮跟我三个人哦，这样这样子吗？对我这么好哦？番茄，你怎么没把自己算进去？欸，所以呆鱼你还没买 DLC 吧？哇，明天就可以来看西亚的伤害是多少。我说你已经这么大了，你已经是成熟的那个西亚了。不是啊，现在我真的还没用奎一炼成啊，我那些东西也都还没摸，只有打。在干嘛？你去啦！怎么会自己动起来？很恐怖欸，他怎么会自己动起来？你知道吗？恐怖片就这样子，突然坐下，然后站起来往前冲。可是你是要拍照，哦，对，我去看一下明天的医院好了。明天这边有中边界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。啊，怎么是下午才开？哎呦，哦，星期三有早上。还是我拖到了，不然然。好啦，我礼拜三早上再去看啊。这里有边界吗？我去看看，有吧？我可能会没边界，这张地图会没边界，很辛苦哎。我跟徒弟跑图，曾经徒弟睡着，然后嘞到处跑。我那时候也是那个什么，小妞也是啊，啊还有那个啦，那时候不是坐下坐椅子都有 bug。那时候尤里就在荡秋千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看到他三二一咻喷超远，就跟那个贝贝飞一样喷超远。我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尤里你去哪里？”我说：“我在秋千上面啊。”然后我传送他的时候，他在预警的那个水上往前直冲，然后冲着冲着冲着，我说：“欸、你现在喷超快、欸。”啊，后来我就断开他的手之后，马上回到秋千旁边。还在跑哎、欸，还是其实已经到底了，没有哎、欸，真的还有哎、欸，
的眼睛很兴奋哎，你闷到模糊哎。我终于懂什么叫兴奋到模糊了。哎、欸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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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点了。有风，有风。弄不下去了。哎呦，动不了了，动不了了！哇，好帅，这姿势！我还以为是会有那种墙壁。好远，好远。来了，啊，好啦，光遇先到这边吧。好了，我剩下试炼的技能了，突然觉得好懒，快去睡啊。我不知道干嘛、欸，可是为了上来呼吸一下，顺便小。我想要小便一下什么东西，顺便小抖一下。感谢风间的超级留言。啊，风间生日快乐！没有啊，乱讲的，乱讲。谢谢风间的超级留言。过半个月了，对不对？都还记得啦。来吧，我们摸到十二点吧。那个这个还没摸。啊，聊天室要关掉吗？还是不用？哎、欸，这个竟然不是？我不可。啊？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？我那时候本来想说啊，私下快睡着了，来玩这个好了。又不行哎、欸，完全不能提神哎、欸。提不了神的游戏，哦，然后我今天做一个梦，那个梦里面是我是梦到说我是被需要的，是被那个就是说怎么讲，在梦里面呢，是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，就突然是一个。人设就是一个被需要的位置，然后就也不是工具人，就是今天就是需要我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突然就觉得那个梦，其实那时候梦起来感觉是很棒的，就被需要啊，被肯定。然后，但是醒来就觉得说啊，又回到现实，又回到现实。这两个，哦，嗨，泡粉。
你好啊，我们都需要你啊，不一样。你的需要是不一样的，好吗？哎、欸，你现在有跟米米联络，跟米米玩吗？好像比较少了，像在这里。这样看你很少跟米米有互动。比较少了吧，对啊，我昨天比较害怕的是，奇怪怎么我出现在一个已经就是某人的台，哎、欸，我想说他已经很冷门，就已经不算是，他观看数就只有二跟三而已。我想说，因为他是我认识的朋友，然后进去帮他挂个台聊个天，这样子，就现在遇到认识的了。我想说，哇靠，是怎样，哪边都可以遇到认识的人呢、欸？好恐怖哦！还是其实他已经起来了，我不知道。我想说，哇，去帮忙挂一下，然后。凑一下人数还是什么的，哎、欸，是太难了吗？快点救我！然后就突然看到他，啊，怎么会有认识的人？虽然我一度想跟你推荐一款手游，其实不止你啊，学妹、学妹啊，还是小妞，都会时不时的，就是可能会推什么，哎、欸，这手游很可爱、欸，哎。然后就是都还好，像我稍早也有讲啊，像尤里也是有问我那个马娘要不要玩啊。其实他那时候问的时候，先撇除抽卡这东西啦，因为就算不抽卡，我可以玩，我也会玩。但只是我是怕说会玩不久的情况下，就是很怕说。今天我有说过吧，我今天其实都有玩一些游戏，玩一玩玩到最后只剩下我在玩。但也有很多情况的时候是，玩一玩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最早弃坑还是什么，因为真的没有目标，没有什么之类的。就是，但很多时候通常都是我最后才离开，就觉得东西都已经。可能拿齐了啊，还是都已经付出那么多了，最后就是又离开了。就像，现在跟他先跟他玩伺服器好了，那个宝可梦伺服器，也不是说玩腻啊，只是怎么说，他们想要神兽，我都会优先让给他们抓，因为我怕说到后面可能我又抓一大堆神兽了，然后最后又没有人玩了。这不是主要原因啊，最主要的原因是那个啦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想要的是什么，我要的不是神兽啊，我要的只是大家开开心心的玩。想说他们要神兽就帮他们蹲给他们，然后可能今天要什么种子去帮他们挂，对吧？可能他们会觉得说都在，都没我都没玩到游戏，都在帮他们弄那些东西。我就觉得不会啊，我其实也是玩得很快乐啊，因为在收集东西的过程也是很快乐啊。这样我就会知道下一次如果再玩这个模组的话，我又可以不用浪费什么步骤去做一些事情。就当时光是那时候，比如说盖跑道好了，那个孵蛋的跑道，其实那时候我们私下也是失败了两三次，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跑道它需要，它需要。
有间隔，如果你全部都是绿色的跑道的话，他会判定说你没有走路，你就只是脚是开开的，但是你没有在跑步。所以在我们就是测试的很多时候情况下说，阿亮你听好、哦，跑道中间间隔隔两个玻璃是最好的，因为你隔两个玻璃是你走两步的，就等于是你走两步。那如果你中间没有隔的话，就是你只是走一步而已，就是一个冰砖是一步，所以你是一个冰砖一个跑道，一个冰砖一个跑道，表示说你这样子只有走一步一步一步。那我在幽里那边盖的是两个冰砖一个走道，两个冰砖一个走道，就是走两步的距离。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，怎么好像你根本就没有在走路，没有在孵导弹的感觉。没有，当时版本是这样子。偷偷跑出来，豆子好久不见，是不是很久没撩你了？没有，我现在很少在撩人了啊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难？想大家了，请问你的大家是有几个人？男人，你这问题太难了吧？哎、欸，真的好，我觉得不是我吃药的问题呢，我觉得这一关真的很难呢。在这里吗？哎、欸。拼图太碎了吧，61片耶、欸、这里不像耶、欸、哇，这是什么啊，拼图游戏啊，这是光遇啊，我都是这样来回搓来搓去的啊，天啊，特别想看繁星。哎呦，哎，最近在干嘛？阿尔宙斯结束，好像是比较少看到你。这里的吧。你看，当时还不是为了你们喜欢在撩你们，又被误会成我是渣男。啊，确实那时候也是可能撩得太过头了，导致在玩其他巧克团 Amigo 的时候控制不住那个犯贱的嘴巴啊。你看抓鬼小队的群组名，等一下，我看看啊。猫车来得太快了，不会啦，你只要跟上猫的速度，你就不会猫了，对吧？因为猫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猫跟得上你的速度。你只要快过他的速度，你就不会猫了。
哦，我看出来了，那个人在划船。啊毁啊！都已经剩几块了，怎么还是找不到这个在哪里、啊？我猜一下、哦，这里。那我要拿双刀了哦！你双刀又没很快，白痴哦！你骑在狗上面，不要下来，不是更快？有道理耶，是不是？你就不要下嘛，你不是下来就好了。你知道那时候还在世界的时候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在弄那个机器人还是弄什么，然后就骑在那个附近的那个，不是后面冰原可以骑那个坐骑嘛，就是可以主动召唤坐骑来让你骑。因为那时候我就骑在那个忘记是什么龙。凶财龙背上吧，还是什么龙背上？我就一直没有下来。然后那个凶财龙就是靠着炫鸟，一个会放闪光弹的鸟，他就一直想要照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又想要咬我，没有咬到。我就一直在那个背上，然后 HTT 就一直说：“哎，那个要下来了没？做爽的，等一下设定机器人，先别吵啦，什么之类的。”我就全程在炫鸟的背上，其实我在看画面，我是在炫鸟的背上待了超级超级超级久。然后说：“欸，好好笑，居然没有咬我欸。”你在背上不下来了，我就拿东西炸你的狗。看你下不下来，欸，我这局结束我就关台了。我眼前的滑鼠又在晃了，欸，找不到。好啊，关，好关，爱就口，爱困。啊，你怎么这时候出现？才出现？再晃还不去休息？啊，是不是还在拼？啊，是不是还在拼？上次拼到一半的时候，上次拼完的时候跟小鱼在聊，直接回什么？欸，你好烂哦！我说我知道啊，这还要你说？我烂的事情不用你提醒，懂吗？我多烂，我自己最清楚。只有我烂的世界。真的很难呢、欸，这一关真的很难呢、欸。欸，六十几片呢、欸，而且有些真的是小又细，天哪！哦，太难了吧！16分钟啊，好啦，感谢大家，关台啦，来让你们看看最后可爱的画面，看
噔噔好啦，感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之后金人知道怎么进的，谢谢谢谢佩佩，谢谢大家啊。哎、欸，手借我，我们来挥手。你不要又是为了牵手死掉哦。你有空再把手给我就好了。那最近也都是跟他讲说，你有空再传我，再怎样再怎样。啊，哎，这样子挥手。挥手嘞，这里。要玩，躺了一场，还可以拿冠军。哎、欸，恭喜你，终于拿到了。你一开始就死了，哇，太爽了吧！游戏那么好玩哦。哎、欸，那我玩的话，我躺的话，你要。你要好好撑住啊！看一下有谁可以带过去玩。嗯，好，没有人呢、欸。哎呦喂、欸，小雪，小雪，他在赛马呢。但我知道我的观众没有几个人在玩，来，我们带过去骗个免费的会员看看。好啦，大家晚安。音乐库不是直播影片。欸、包包，你是我换 ID 呀、啊？我记得你后面不是有个英文吗？骗会员，那边有人送会员啊，赠送50份订阅，50份会员。好啦，那大家晚安啦、啊，拜拜。